Hello， 大家好，水哥啊，最近玩上单都非常喜欢玩吕布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吕布非常爽啊，他可以克制很多战士啊，特别一技能打到之后，然后后面的就是真三，啊，这波差点就灭掉了，还好真机支援及时，一个大招困住了李白，要不然我这波这肥就超不了神。我看到李白被我方后羿射晕之后啊，一个大刀过去，然后再平 A， 砍三刀解决，然后这时候干将把我踹飞了，踹飞没事，然后等一会儿他就知道什么叫痛苦。啊，这时候我们就专门追着干将打，这时候一技能如果打可能会比较打不到，二技能先吸下，然后让他减速，然后这时候孙尚香又开始打我，这时候一定不能让他翻滚，翻滚之后就不能让他开枪，开枪的话很容易就被他打败啊。这时候李白是追不到我的，虽然他的一技能有位移，但是还是赶不过我走路啊。看这边一个大刀上去刷了一下，先把后排的路给堵死了，后排他就不敢冲到前面去支援前排，反正一刀上去就把达摩给解决了。达摩手无寸铁是吧，就拿个拳头跟着别人打，怎么能打得过呢？啊，这边又是一波大刀跳上去，这个李白又被我疯狂收割，还挺爽。这种牛魔看见没，就是牛魔跑回去了，跑回去也跑不了，然后冲过去吸一下一个一技能刷了一下，这时候就超神了啊，已经超神了，非常爽啊。感觉吕布还是非常适合就是打上单啊，因为很多战士都很怕他，